Leo 聊世纪，天天留个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， 今天要来看勃艮第人对上保加利亚人。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。好，先来介绍一下蓝方选的是勃艮第人。勃艮第人最大的特色呢，可以在黑暗时代就可以研发封建时代的一农一牧，那可以以此类推哦，城堡时代可以研发帝王时代的经济科技。那勃艮第人除此之外啊，还可以点下金冠技术之后呢，应该是银冠技术，不好意思，勃艮第葡萄园哦，就可以在农田哦开始慢慢产生黄金哦，所以勃艮第人在后期哦缺乏黄金的情况下也是很厉害的。那除此之外哦，这个勃艮第的马厩哦有这个游侠半价的升级哦，当然不只是游侠，还有这个其他科技啊、品种啊、跟踪技术全部都是半价的。那勃艮第人除此之外，点下金冠技术之后，还可以打一波这个革命哦，革命也是相当强大的。那它的火炮火枪也是特厉害的，因为可以增加 25% 的攻击力加成。所以通常要打这个革命哦，会配一些火枪和火炮进行协防哦推进动作。那这个能力哦，让勃艮第人的一个革命效果非常的厉害哦，甚至可以一波带走敌人。但是在这几次改版来说，勃艮第人的革命哦算是正式削弱了，那也没有看到其他玩家用这个少量村民哦直接点革命一波的玩法，所以实际上来说，勃艮第这次削弱是真的蛮严重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保加利亚人。保加利亚人的一个特殊能力哦，就是他的兵工厂还有工程器制造所都是半价的，而且他的兵工厂的科技呢，肉量哦这个半价的效果可以让他更快点下一攻跟一防。让只要点下一攻一防，让对方逼出哦，也要去打一攻一防的话，就可以打出这个经济差距来。那保加利亚人的话，本身是没有任何经济加成文明的，但是他在进攻哦跟控制地图的方面哦是特别厉害的，因为他的营垒呢是半价城堡的效果，但城堡当然他的伤害呢跟城堡是差不多的。那保加利亚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点下银冠技术，增加骑兵的攻击速度 33% 哦，他的骑兵呢也是世纪帝国里面哦攻击速度最快的一个文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稍微加速一下。那最近哦，保加利亚人哦，这个玩法哦，比较偏向于打这个保加利亚骑兵哦，还有协议步兵的部分哦。那他的工兵呢是不能升级的哦，所以玩保加利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，不能升级，不要升太多的工兵哦，不然到了城堡时代哦是没有办法去升级为奴兵的。但是保加利亚的马弓、哦、是可以用的，但是有个小小缺点哦。它是没有三级的工兵铠甲的关系，所以这部分哦，可能要稍微哦去注意一下啊、哦，就是马弓的部分，遇到对方的强弩护射的话，啊、哦、还是会很痛的，不能对射啊、哦。好，那目前看到两位选手是我们熟知的 MBL 对上 AN 的尼控，MBL 插旗是 AN 战队的人哦，所以这个有点算是战队内战了、哦。哇，这个路好远啊！你看这边赶路赶得不急不徐，慢慢赶。然后 NBL 这边是一个小围的部分哦，好，但两边路都是非常远。哇，这个小围围得很漂亮，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小围。当然，这个黄金遗留在外面哦，就会很难受，而且它里面也没黄金。附近的话也在外面哦，有个在右边，看起来是超惨的哦。但至少还有两片牧区哦，我没有看过只有一片牧区的状况哦，两片牧区还能接受。那待会有这个黄金矿，可能要在高地插一根箭塔，高地塔去做一个防守。好，保加利亚人这边直接打出了三棒棒开局，保加利亚的民兵也是自动升级的，所以到封建时代步兵就会变成了装甲步兵了，非常强大的一个封建时代的兵种。好，直接擒压，这边装甲压力给的很大。勃艮第这边是打算要来打肉嘛？那这边是点下了二级农田、二级伐木跟一级农田。那二级农部分，我是认为点下城堡时代之后再去补就好了。点个一级农其实就差不多了。但如果勃艮第这边要先点二级伐木的话，这边落马数量会很少，所以这边可能是双落马先去骚扰，然后先撒出大量农田的一个策略。好，那这边还是转了一个射箭场，待会应该会先出个毛兵，然后再下个兵工厂去点下一级射。好，罗马可以去放压力，但这边尼控扎里早就已经小围完成了，直接围资源点的一个围法。好，这边马厩又补了一个。哇，看到对方这种小围还要出马厩，这个应该是单纯想要出罗马去追对方罗马，好，稍微防守一下而已。
好，中央步兵就去打这个房子，那这里一村哦，没有办法去采资源。好，这边工兵一出来，没有往下方防守，而是去冲往尼控家里。这边已经用两只罗马去探路，看到上方还没有围完，我们去突袭一下。哎呦，但是尼控这时候拉了四只村民，应该要去插箭塔。好，两只毛兵继续输出。好，这边挖黄金，结果被抓包。大量的装甲步兵配上长枪兵哦，直接压制了黄金矿地区。尼控发现 NBL 地图非常惨哦，石头跟黄金我都在正前方哦。这边直接来插塔哦，确实 CP 值是非常高的。那 NBL 这边可以直接用这一根金塔反制回去哦。那这边直接硬盖。那如果 NBL 提早在这边盖一根箭塔的话，可能就会好一点哦。啊，在这个位置哦。不能太上面了，因为太上面的话，对方可以在这边插箭塔。好，这边一只村民被抓掉，尼控后方被毛兵鲁鲁小小，但怎么打都是一滴血，他现在很无所谓，你就打吧，反正我这边控到你黄金，你基本上就掰了。哎，这个地图啊，真的是有点烂。好，那这边小维没有去插箭塔防守金矿 ，NBL 是有点贪了。好，罗马继续往前。好，这边反而是尼控要来挖对手的黄金，太狠了，尼控打队友用出全力在打的。好，那保加利亚这边还拉了六只村民去挖石头，这个有点数量有点多了啊，四只村民去挖石头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拿到六村过分了，因为还要连环塔，直接封锁左边这块区域啊。那 NBL 可以考虑往下走，但往下走的话很危险，而且石头部分的话也不在这个位置，在左边这个地方，所以尼控直接把左边的资源全部控好， NBL 是完全没有机会去挖石头去反制的。好，这边直接偷偷到这边开挖，哎呀，尼控这里可能没有看到。好，开挖九桃，但这边强兵数量不够，都忙过来看到。好，这边枪兵出来，好，拉了一些兵回来防守，这边又补了一根箭塔。好，这边盖箭塔，应该还会再补一根箭塔在这里哈。这波封建大战哦，还蛮刺激的。好 ，NBL 罗马跟工兵、毛兵所有的兵都在这里，四支枪兵配上四支战矛，好，还有两支工兵，四支罗马。各种四，我听说四这个数字哦，在国外是一个吉祥数字哦，但是在我们的华人地区哦，好像是一个不太吉利的一个数字，跟我们这个谐音有关系哦。好，那看到这边罗马跟装甲步兵直接这边被打爆了，后面的工兵第一时间击杀掉非常多的罗马，还有装甲步兵哦，枪兵第一时间是戳掉罗马。那这边 NBL 控兵控的比较好，尼控这边后面有点爆炸的关系哦，直接围了一个大石墙。但这两根工兵在的关系，所以这边箭塔一定要赶快盖好哦，不盖好的话可能会爆炸了。好，尼控这边看来有点损失掉了自己所有的军队， NBL 这波反打打得非常漂亮哦，但是尼控的资源哦，尽快可以升到这个城堡 style。 那 NBL 这边黄金被控的关系哦，要赶快下个四级哦，去买卖一下，把石头卖掉，然后去买黄金哦，才可以顺利升到城堡 style。那待会这个地方要怎么拿回啊？很简单，挖石头盖城堡，直接夺回来，或是去直接去外面哦，采这个野矿哦，或是盖城镇中心在这个位置哦，都可以考虑的。好，保加利亚人这边是17只村民啊，在已经是16了啊，16农啊，17农没错，下面还有一村漏掉了。好，那目前村民差距哦，两位都是43村，点下城堡时代的。但是看起来哦，这个尼控哦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村民的 TC delay 哦只有12秒而已 ，NBL 哦则是 TC delay 1分15秒啊，整整多了人家一分钟。好，那 NBL 直接要拆一根箭塔，然后拉一堆村民直接拆掉了这根箭塔。OK， 这边拆法解的速度蛮快的。那村民打箭塔速度是很快的，是因为他村民虽然只有三攻，但是他有对建筑有额外增上效果。OK， 这面保加利亚人拉了更多的村民要来前压，
可能会在这边下一根银雷啊，直接去射这边两根箭塔，还有想要控这个石头。好，这边有非常多的枪兵跟还有一支装甲步兵在旁边输出。哇，装甲步兵帮到了枪兵哦，枪兵直接被砍掉了一些数量。好，还有十秒钟就要升级好，霓虹这边后面被骚扰到很烦哦，但也没有第一时间想要去理 NBL 后面这坨兵。好，这里有只罗马进去看一下里面状况。OK， 果然把这根银料插在这个位置哦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解掉这根箭塔。哇，还直接可以射到城镇中心哦，这个打法有点狠。好，长剑兵直接升级好，装甲步兵也不用去花资源哦，或是研发时间，直接变成集战力的步兵单位。那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用长剑兵哦解掉家里的问题哦。哇，霓虹这边想法非常好，保加利亚的能力哦他都完全善用了。那这边就待会再继续挖石头，就是连环银雷塔推哦，推到这个黄金矿就 OK 了。就是 NBL 这边已经存到了650石头，开始直接用城堡反制对方的银雷。好，整个箭塔应该是轻松拆掉，那 NBL 这边围的还不错，看起来是没有缝隙的。点了一支保加利亚骑兵到里面如如小小，用聪明直接去打击对方的保加利亚骑兵，后面骑士努力在输出当中。好，想要往上走，跑得掉吗？保加利亚骑兵直接冲城堡，哎呀，最后还是跑不掉。好，骑士也躲到城堡里面。好，上方这根箭塔很烦，这根城堡居然射不到上方的箭塔。OK， 这里真的是被弄到了，好，黄金没有办法继续挖，但看到中，看到旁边有个副金哦，还有副石，好，赶快来挖一下。那石头在防御战之中哦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哦，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石头点哦给防起来，不然就是要派兵去防守。好，这里转了一个修道院，待会可以招降对方的村民或者是骑兵都 OK。但下方这个位置会有点危险哦，这个可能会被打破。好，看到上方开始转出了，马上轻装兵。普格蒂的马上轻装兵哦，也是破坏力很强的一个单位哦，但是它只有地下特别痛啊，之后的伤害哦，甚至连骑士都不如哦。8+2比骑士还少了两攻，所以现在比较常看到保加利亚的打法，不会只会单纯出这个马上轻装兵哦，当然也是可以单纯出哦，但是你要一定的数量才会有威力哦，大概要到30只以上才会有这个马上轻装兵的这个强大能力的感觉，跟边剑兵的存在其实蛮相似的，都是地下特别厉害的文明。但马上轻装兵更厉害的地方是他跑得又快，防御又不错，并不像边剑兵哦，防御率比较差一点，毕竟人家是步兵哦，反正就害怕箭矢。所以伯根第人的马上轻装兵哦，其实也可以打工兵单位的，甚至打这个马弓也都是 OK 的。那就要来看一下 NBL 这一场会不会打马上轻装兵。那当然啊，伯根第人这是城堡时代啊，也可以升级重装骑士哦，也可以做一个混搭策略哦。一半的重装骑士，一半的马上轻装兵哦，但这样出兵出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布根地人这边直接买了100石头，又来插一根城堡。但保加利亚这边是直接围了房子，阻断了 NBL 这边盖城堡的意图，可能要重新盖一下，盖这个位置还 OK。好，决定放弃了，我不盖。这里正面被打破之后，下方农田直接被弃守，这个城镇中心可能也要被打掉了。好，这边抓到长剑兵在攻击伐木场的途中，抓掉了两只。好，马上轻装兵开始往前面冲了。保加利亚这边村民数跟 NBL 现在两边都是差不多的，两边经济都是一样惨。但是不过敌人哦，这边是刚刚已经有升级了二级木的关系。经济量来说应该是会比保加利亚更好一点哦。但 NBL 这边有个遗憾的地方是他没有点轮走，那没有轮走的话可能会比这个没有恶木更惨一点点哦。轮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科技哦。
好，这边拉了两只骑士到了后方，开始拆除后方的伐木场。这面补了一个城镇中心，要来守护一下主金的部分。好，三个修道院，不是三个老头，要来招降一下保加利亚骑兵。这个直接冲了吧？对啊，是我就冲了。三只老头在那边嘻嘻哈哈，先扁他再说。OK， 三只老头被抽掉，没有问题。但自己的保加利亚骑兵虽然开始变少，但又把残血拉走，细节还有打好。好，那个不能往下走，往下走会被敲死。只差一下了，应该有机会追得到。好，这根城堡盖好了，这面的城镇中心哦也要撤退了。NBL 开始把自己的门面哦守护下来了。好，那这根城堡拆掉城镇中心之后，瞭望塔待会再拉村民去解一解，主金哦就可以抢回来了。好，家里的骑士问题应该快要解掉了，再补下一个城镇中心，三 TC 开农。但 NBL 这边也是损失了自己的原本的城镇中心哦，现在是单 TC 在开农，村民差距已经开始被打出来了，58村对上72村 ，NBL 的经济哦非常惨，赶快要挖点石头去盖城镇中心哦。那城镇中心待会也可以考虑哦，再回去补这些农田地方哦，或者直接补下面这个地方也都 OK。这边可能没办法盖城镇中心哦，不然就是往上补吧，往上补城镇中心。好，这边下方 NBL 偷盖修道院，结果被抓包，生物也被捡走。哇，这个村民应该是跑不掉了。好，这边马上新装兵数量非常多，五只马上新装兵，一时之间真的是解不掉。但是还好，他这里没有点马凯啊，被城镇中心射得很痛啊，只有二防而已啊。哦，这只骑士快要拆掉这根箭塔了。好，下方又是保加利亚的进攻，长剑兵直接过来，直冲后方农田。哇，这里一艘村伤到了一点 NBL 的经济，这里木头有点爆，赶快撒农田跟转城镇中心吧。好，又拉了一些马上轻装兵，想要来解这根箭塔，但是后方保加利亚骑兵数量非常多，还夹带了一些马上轻装兵哦。好，这一根箭塔居然真的被拆掉了。家里一直没有有这个老头在防守，他的修道院补在了中间。好 ，NBL 终于拆掉下方营垒的问题，石头可以控得回来吗？把这个城堡起来可能就难控了。好 ，NBL 这边木头直接归零，补了一个城镇中心在下方的位置。2 TC 开农，但是目前保加利亚是4 TC 农，经济量又不一样咯。好，这么多的军队13支，这个一定要往回追咯，虽然只有5支单位，5加3 ，8 支，我去追13支应该还 OK。好，这里有一只村民要被抓掉。好 ，NBL 这时候补下了马凯升级。哎呦，这面怎么突然开打了起来？好，为了要打后方老头 ，NBL 损失了自己大军哦。本来是13只的优势，现在变成跟对方有点五五开，甚至有点劣势的状况了。好，保加利亚人这里开始转出保加利亚骑兵，虽然有4 TC 开农，但也不忘有在出兵啊，这是一个很好习惯，因为你兵多才有让对方害怕，不敢专心开农，你兵太少的话就很容易被对方发现你在农。好，这里又再补了一根城堡，而不是补营垒，来守住一下这块黄金矿。但这边盖城堡村民被抓包，哇，直接开顶！哇，顶掉了一些村民的数量。后方两只老头开始反制回去。好，
这四支马上轻装兵还在被追逐当中。NBL 的村民数已经落后了30村以上了。好，下方稍微用高打第一反击回去后方追逐的保加利亚骑兵。好，上方又来更多的支援，12支的马上轻装兵直接反打这一波。好，好，这边高打第一反击很痛，保加利亚骑兵完全扛不住马上轻装兵的伤害。哇，这一波高打第还不错，但是下马的保加利亚骑兵还在输出。好，这时候尼克点下了二攻，发现自己的伤害不够的问题。NBL 这边则硬生生的使用自己大量的马上轻装兵，开始反推了回去。这边开始有一些村民被击杀掉喽。尼克这边有点浓过头了，兵力开始呈现不足的状况，而且一直疯狂下水饺。马上轻装兵的一个伤害哦，实在是太高了。那只要蓄力完成，又可以再获得地下蓄力伤害哦。这样子反复打的话，对尼匡来说是一件很伤的事情啊。好，后面有更多的保加利亚骑兵开始往回家防守，这里有非常多的马上轻装兵哦，在这边疯狂绕来绕去。好 ，NBL 终于把二防也补了。马上轻装兵现在吃到城镇中心的伤害，没有这么的痛，甚至有点痒。OK， 保加利亚这边点下了一级射，两个城镇中心射起来就会比较痛一点了，至少变成射了两滴。好，正面的落单的保加利亚骑兵又被 NBL 抓包，兵力差距慢慢被打了出来，但保加利亚这边也是转出了大量的保加利亚骑兵哦，两边都是疯狂爆保兵的一个决战。但保加利亚人这边真的要打出优势的话，可能要赶快点下这个马镫科技哦，这面才有机会打得赢哦，不然就是要靠老头了，帮忙招降。好 ，NBL 这边村民数来到了85村，后面农田也是越撒越多。好，下方的城镇中心也要盖了起来，后面的两支保加利亚骑兵又骚扰到了 NBL 的家里。好，上方这边是主战场，这边保加利亚有高打地理优势，上下方还有四只老头，这边被招降到了一只马上轻装兵。好，这边靠保加利亚骑兵往前冲，但是后方的马上轻装兵数量实在是太多，保加利亚骑兵有点扛不太住哦，但还好这里有一根箭塔 ，NBL 用这根箭塔稍微补了一些伤害，这里再集结一下。保加利亚骑兵现在二攻二防都有，但 NBL 这边只有一攻而已，伤害上来说是有点输给保加利亚人的。好，这边吃这个箭塔伤害让保加利亚不太舒服，直接来硬拆了。正面这两根城堡。完全没有人想要打架。好，下方的城镇中心被保加利亚插了一根箭塔，完了，这个附近可能没有办法挖了。但是 NBL 用着自己强大的马上轻装兵哦，开始屠戮了上方的城镇中心哦。好，上方三只老头第一时间被击破掉，三只老头直接倒地，直接开战了起来。保加利亚骑兵伤害非常的高。我们整个箭塔有机会盖得起来吗 ？OK， 这边想要回头来一个高打低，打得还不错。保加利亚骑兵损失到只剩下12支的数量，好，但这个箭塔也没有机会可以盖得起来，变成 81% 就停住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还有在哦、啊，我以为这两村已经被收掉了。好，结果下方的村民只被迫收村，拉了一些保加利亚骑兵直接来伤害这边的村民哦。好，保加利亚骑兵虽然现在很少，现在 NBL 可以用马上轻装兵进行反击。
好，凌空这时候顶下了手推车，以及挖金跟石头。虽然现在农田数很多，但是保加利亚骑兵数量现在很少。好，马上轻装兵又再次撞到了保加利亚骑兵，两边又互相伤害了一下。NBL 还是把自己的骑兵给拉走了，因为这样子拉打的话对 NBL 更有利哦。正面打到底绝对是会很亏的。好，好，上方又补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，这个就是一个打带跑策略哦。好，这时候保加利亚顶下二级挖金，准备要来大爆挖黄金升帝王时代了。好，后面盖城镇中心的村民被轻装兵又再抓到了一次。NBL 这边没有考虑要补二攻，直接要来上帝王时代了。好，那目前村民差距是94村对上133村哦，村民差距约为40村哦。好，点下帝王时代之后，马上补了一个马镇，保加利亚最强大的科技要出现了。这科技一出来，保加利亚骑兵就会变得非常难缠了。发现保加利亚居然没有点下二房。OK， 攻速加成。好，拆掉这个采矿地了。好，这边拉了一些马上轻装兵，想要来阻止这边农田的村民。哇，这里有23片农田哦，大部分基本上都被人在踩了。好，尼控被迫回家种田。好，补了一个二级射。但现在打马上轻装骑兵哦，保加利亚人应该是不会转这个马弓路线了。那勃艮第人这边可以考虑哦，去打一个游侠，哦，或者是杰森精锐马上轻装骑兵也都 OK。好，那火象部分要不要转，就要看 NBL 有没有这个想法。打防守阵地战的话，火枪是必备的，但目前他是拥有主动权的，所以感觉目前不太需要任何的转兵，甚至重装长枪兵我也觉得不用转，因为你转枪兵的话是解不干净保加利亚骑兵这个单位的，他下马之后又可以暴打你的长枪兵，所以这边可能还是用马上轻装兵去扛住正面会更好一点。好，这一波反打回去，保加利亚骑兵又损失了一些数量，但这一次再站起来的保加利亚骑兵给到了马上轻装兵非常多的伤害，这一波的马上轻装兵已经要被消灭殆尽。哇，马镇基础点下之后，战场的格局完全被改变了。 NBL 已经开始有点挡不住保加利亚骑兵的攻速加成伤害，而且下马板的保加利亚骑兵伤害还是特别痛。好，这时候保加利亚人补下了二级的马铠。好，上方又聚集更多的保加利亚骑兵。好，补下了三攻。好 ，NBL 这边偷转了巨型投石机，要来开拆城堡。这根箭塔要赶快拆掉，拆完之后黄金就可以回头挖了。哎，这根箭塔先处理一下吧。哇，执意要拆这根城堡。好，采矿钉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想用远端挖矿，但村民还是被射。好，上方大军35支的保加利亚骑兵，三防也要升级好，三防三攻，只差一个精锐了。好，这时候保加利亚补下了护卫技术，待会下马板的保加利亚骑兵哦，移动速度也会更快一点。哇，35只进来 ，NBL 能扛得住吗？这35只进来好像没救嘞。这集只有17只的马上轻装兵，而且有点分散。后方大量村民一瞬间就被打爆，这边想逃有来的机会可以逃得了吗？
保加利亚骑兵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哇，这个流星锤疯狂的敲 ，NBL 这里也没有机会可以转成火枪。这里马上轻装兵来不及守住上方的农田的问题，这一波进来 NBL 直接断木断农，直接打出了 GG。哇，这一波保加利亚精锐再升上去，真的更无解了。保加利亚骑兵哦，他这里还有问题哦，他一直没有点品种啊，这看了我好痛苦啊。如果他有点品种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打得这么辛苦了。后面这一波确实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，毕竟 NBL 一直都是经济弱势的状况。那到了后期哦，这一波再被屠了下去哦，确实是没得打。那霓虹这边呢，也是非常识相的啊，就赶快把这个经济往后搬啊。虽然前面有开农，但是他也很果断啊，放弃这一大片农田哦，转到后面哦，开始农出自己的经济来。后面甚至转出了非常多的城镇中心哦，去防守对方的马上轻装兵啊，让自己的村民哦可以继续顺利量产起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经济的部分呢，是由 NBL 拿到木材胜利，保加利亚则是赢了食物一点点，哇，大概赢50而已吧。那黄金的部分哦，是赢了大概6000哦，哇，这个挖了非常多的黄金哦，冶金也大部分都是保加利亚人挖的。那皇军差距这么多情况下 ，NBL 还可以扛到这时候，也是相当不容易了。毕竟自己主技能一直被控。那我可能觉得这一场 NBL 做的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这一根箭塔一直没有拆掉。到了帝王时代，出了巨型投石机才拆掉，让自己的黄金哦没有办法获得非常稳定哦。那城镇中心的部分是双 TC Cannon 也有点可惜哦，就是你城镇中心被拆掉之后，你还是要补到3 TC 去 Cannon 啊，你不要说补4-5个 TC 哦，3 TC Cannon 边出兵边打也都 OK 的。那双 TC 农的话，真的是会农输对手，因为你农输对手的话，基本上后期也没得打，人家是6 TC Cannon 啊。这个越打越劣势其实也不太意外，那也有可能是 NBL 前面就已经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一个决策了，所以造成自己的黄金哦一直没有办法控下来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，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